福为什么拈花？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是南北朝梁武帝的时代，还没有唐朝了，唐朝还要等几十年以后才有。所谓直至人生见圣成佛，禅宗的法门。不过不是达摩祖师没有那么讲，这是我们后世讲禅宗的道理。达摩祖师，有人问达摩祖师，你到中国来做什么？先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到中国来做什么？他说：“我要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不受别人骗的人。”很简单，其实这句话就是话头，话头，话的头头，这个话，这个念头还没有起来，在哪里？每个念头没有起来，在哪里？念头过了，到哪里去了？就是话头。另一个方法讲的话头就是问题，人生问题太多了啊。为什么身体会酸痛？为什么还要吃饭？为什么拉大便？为什么要痛苦？为什么要高兴？都是话头。所以达摩祖师说，我到中国来找一个不受人欺的人。换一句话说，找一个不受别人骗的人。我也常常引用明代明朝的时候有一个人讲一句话，这样子很有道理啊，你们听听看。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这句话很严重，任何一个人啊，包括这些教主大师们都在内，包括这些英雄帝王豪杰都在内，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做了三件事就走路的，自欺，骗自己，欺人，骗人家，自欺欺人，逼人欺，受人家的骗，任何一个人只做了这三件事走路。自欺欺人，逼人家欺，就是这样一件事。儿女两夫妻生个孩子，传宗接代做孝子，自欺，孩子们也欺父母，我要孝顺你，谁都没有办到啊，最后都受人。所以孔子过去也讲，真正的学问，真正一个人修养，无自欺，不要自欺了，不要骗自己了。人生哪个人不在骗自己啊？
是达摩祖师来，所以他，你翻开禅宗资料的记载，全灯楼，所以达摩祖师告诉你，禅宗非常注重行为，除了悟道，直至人生皆生以外，注重行为。所谓报冤行，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到死，这个世界一切都在还账，都还人家的账，都在还账。譬如我们出了家，常常上课堂要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这四种恩为什么要报？国恩、父母恩、师长恩、众生恩。众生对你有什么恩啊？当然有恩。我们在座的那一个下过田种过，那一颗米是我们种的啊，那个劳动，那一件衣服是我们自己去织的，都是社会啊众生的劳力弄好。你说我用钱买，那一张钞票是你印的，哈，啊，印钞票为什么可以印啊？都用脑力、用智慧、头脑力量弄出来，所以众生恩很重。所以上报四重恩，下济，这都是报冤行。啊，达摩祖师真的讲随缘行，所以悟了道的人随缘消旧孽，不必造新殃。还账，你看永嘉大师在永嘉才是正道国上。了清孽债是本来空啊，未了还须想所债啊。报怨心主怨心啊，在对此事无所求啊。这四种行就是修行，心理行为跟外面行。这个资料禅宗是咱们就是这种资料，在瑞书禅宗的瑞书呢，在这个传灯录其他的五灯位啊，各方面都有记载。不过提醒你们多注意，开始没有插话头的，你们都知道，他跟梁武帝谈话不斗鸡。为什么他来看跟梁武帝？他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从海上来，海路来，坐船来，在广州登岸。广州江南一带，黄河以南，所谓叫南北朝。黄河以南，那个时代，那几年梁武帝的，梁武帝是非常幸福的，自己做皇帝，又讲经，又说法。啊，又把自己身体，皇帝把自己身体布施给庙上做佣人，啊，但布施的搞得满朝文武大臣大家凑钱，又把他赎出来，不晓得搞些什么东西。哎呀，譬如像后代的李后主那个词。诗文做得多好啊！
皇帝政治就搞不好。所以李后主被赵匡胤俘虏了以后，赵匡胤讲，嗨，这个李煜啊，拿作诗作文章的精神来搞政治，哪里会跟我消灭得了呢？梁武帝拿学佛啊，搞这一套的精神，好好把天下治好，哪里在他手里自己就亡掉了？所以不能说，哎，梁武帝、皇帝都幸福，你们这是不懂历史讲话，懂了历史那是一个丑陋的事情。幸福的好事，他的行为做法并不聪明，很丑陋。所以达摩来跟他谈，梁武帝后那得了，把国家的财政拿来修庙子，什么都盖，到处修，修饰又好，还文章好，修文。所以我们以前读到书，南朝三百八十四，多少楼台烟雨中啊，你看修了多少庙子。当然不是完全的，南朝是六个朝代啊，宋齐梁陈隋啊到唐，所以南朝这个480是多少楼台烟雨中啊，所以江南风物之美，这个庙子。所以梁武帝来见，这个达摩来见他，梁武帝当然晓得就是禅宗的祖师，很有礼貌，对坐就问佛法。达摩祖师一点都不客气哦，啊，他说：“请问大师啊，我又吃素，又念经，又做了多少好事，又修了那么多庙子，这个一说宗教徒来讲了不起了。你看我们讲哦，那是你是大菩萨，他们就是他问这个。”好不好？有什么效果？达摩祖师这么讲：“此乃任天效果有漏之因啊！”那这是什么了不起？你功德做得大，死后升天，享福报，天福下完了再堕落下来。此乃升天效果。有漏之因，不彻底不究竟，不是佛法菩提道啊。这个梁武帝一定想，你是个印度来的，要是佛教大主是教主，你看我为佛教做了多少有皇帝之争啊，那么多，希望他不发奖状吗？哎，来一个一顶高帽，半顶戴戴也舒服。碰到达摩祖师，毫不客气，不懂事啊，当训他一顿。此乃升天效果有漏之因啊！等一下，话不投机，等等，后面还多。那么后来问到佛法的中心去了，他说：“那请问大师，怎么是成佛的正根？佛达到正得菩提正得，他答复四个字：快无甚。
成佛的境界没有一个佛，所谓圣人自己认为不是圣人，圣人没有，既不是凡夫也不是圣人，就是这样一句话。苦啊，是不是这个苦啊，成苦的苦里头这个是苦啊，啊，空空洞洞的，既非凡夫也非圣人，空的，等于六祖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梁武帝就问了：“哦，这样，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他跟他对面坐的，你是禅宗祖师嘛？你成了佛的，你说什么都没有，你还有个你坐在我对面，他是对证在手，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历史的记载上两个字，不是。你们都看过对不对？啊，哼。我们也讲了几十年，打木就是打他，不认识，全错了。所以禅宗的女路没有办法看的，你要看禅宗的女路，第一个要懂得客家话，懂得广东话，懂得闽南话、福建话，差不多70%的大祖师都是福建人。嘿，厦门人过去还不太多，人口不多，福州特别多，譬如百丈禅师福州人，很多都是福州人，南方。所以他们做了大师，当时国语不普遍，但是比我的国语还差，他讲的话很多是当地的土话，而且是那个时代的土话。譬如咱们祖师记录这样说，梁武帝问他坐在我对面是什么，他不是就错了，到了广东再多了不识啊，他那个不识啊，就是福建话不这样啊，就都懂了不识啊。所以他是广州上岸先来学国语，而且那个时候广客家话广东话是唐朝的，南北朝唐朝的时候是国语，哎，这个闽南话是五代当宋朝的时候的国语，哎，历年是30年50年一变的，是 NSA 了啊，这个样子了，你看那那，所以他说你这样，哼，不是说不认的，你这样，他说你说那我的对面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这是这个话，所以两人话不投机，他就过江了。过了长江时，被喂了。当然，梁武帝跟两个本来很恭敬他，话不投机就不发给他通行证啊，出证证没有啊。那么达摩祖师是为老哥，你不给我出证证，一位渡江到了长江边上啊，哈、啊，把草这个芦草啊编啊编，并不是一只芦草，他并没有用气功渡江了啊，把芦草编起来一个小小的，趴在上面过了江，当然功夫也很厉害，身体很灵敏啊，所以到了嵩山。即使如果要研究起来，达摩祖师在中国10几年，在南方也走了，浙江也走过，所以浙江东阳有个富达寺，中国人。达摩祖师还有个真正的得道的师父，智公禅师。宝智禅师这个人更奇怪了，
这些人达摩祖师都碰过的。包智才是个孤儿出生，一个老和尚像我们庙老一样，有天山边走路听到有个婴儿小孩哭，他到处找，看到树上有个小孩掉了，一个包包掉在树上，老和尚去把包包拿下来，是个男孩子，就抱回来养大，就是包智才是智公禅师。我们小时候在写的祭奠和尚，很多事情不是祭奠的，是智公禅师的事。小说乱扯啊，都把它扯在一堆了，管他们也蛮好。嗯，宝智禅师是后来是不得了的啊！你要修禅宗，你们也才能最好把永嘉大师正道歌背来。怎么背？管唱嘛，真不接那个东西叫什么？替他摆了摆，真不接，最修福位显道人，不去妄想，不求真，哒哒哒哒，这样唱起来很好背，非常好听，保险。嗨、哎、呀，你们也不晓得。你唱这个啊，庙老听到也不好意思讲你不对了，只好庙老就嘿嘿嘿，他一定这个样子的。你把永嘉禅师的正道歌背来唱来，把智公禅师的十二时辰诵背来唱来，哎，变成歌曲来唱，比你读了一千部金刚经还厉害。真的不是开玩笑，什么佛法道理修道都在内了。智公和尚后来长大了，讲达摩也讲到他了，你问话头讲了一大堆，我这个人真啰嗦，告诉你两句话就对了嘛。智公后来疯疯癫癫啊，有人下梁武帝报告，有一个疯子胡乱这个样子，把他抓了关起来。开始啊，没有拜他为师以前，他关在牢里，照样在街上玩。人家会给皇帝报告，没有，他又出来在街上玩，然后到牢里一看，他在里头坐牢。再到街上一看，他又在街上两个，这一下子说梁武帝请他出来，好来拜他为师，对吧？智公和尚、智公大师当然知道他达摩，所以达摩这一边结江副大师。智公都见过啊，他因为找不到传人，所以在嵩山上闭关一个人面壁九年。还日本人现在是禅宗打坐啊，像这样一个禅堂，日本人打坐怎么做呢？这个禅凳不是这样离开的，面对到墙壁的。哈，我们如果就传他了，看到一个一个都是屁股，都是背的，哼，你说他不对吗？美国人也说成这样，日本手里的财，还问我对不对？我只好不假苦佛，我说就是，我这么答复对不对？我说就是日本财了哈，只好那么讲，我不能承认这个是对的，当然错了。达摩面壁九年。并不是说九年都不动，对到鼻头打坐，变个木头死人。就是昨天讲，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啊，四个人没有人看了，只好看看墙壁，看这些面孔都不对，有什么好看？啊，你不相信啊？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两百人
整天晚上都睡在禅堂里，你只要看了半夜你不疯了就怪了。你看平常蛮好，到了睡觉的时候不是那个嘴歪，就是那个牙齿爆出来，这个名要动一下，那个扭一下，哦，怪相百出，人相最难看，所以他要面壁了啊。后来二祖圣光出来，你要是叫你们念咒禅宗，要正式念咒了，以后有个禅堂，先把禅宗的这些正史的历史搞清楚。二祖陈光没有出家以前，学问大教授、大学问家，他在山东一带讲义经的时候，讲义经学问的时候，一听，那个时候人口很少，听众1000多人，他学问那么高，忽然感觉到。这个中国道家佛这佛一生儒家对这个了脱生死对生命的究竟到底还欠缺一个东西一样，后来忽然发现翻译过来的般若经，大般若经放光般若那个出发来，出翻来的般若经很有名的放光般若，他看了以后，哎呀，真理在这里，所以他出家，他放弃了这些大名地位出家去。出家了以后，他在湖南的湘山一个人打坐修定好几年了，至于说怎么阿罗波罗啊这那个啊，他都会很懂。你不要看他的那么简单，但是修行也好，功夫也到，就是就到，没有彻悟，没有了。所以他听人家说，嵩山上有一个印度来的外国和尚，哎，有点心，你菩萨，你真管动吧，我讲我的，你分你的啊，啊，这个。他就跑去找达摩祖师，所以有名的呀，二祖断臂的故事就是这样。冬天到了，是冬天，达摩正在那里打坐。他的古代的人更讲规矩啊，给他拜了。这个时候，达摩是面壁。没有回头看他，一个真有入定功夫的人，老实讲，你以为打坐入定什么都不知道，真的打坐入定了，一颗灰尘掉下来都晓得了。那深入明正台，明正也非台，明正也非台，明正的打破了更大了，所以真正得到正定的时候，得到真正的定，闻听到你斗之雷鸣，听到蚂蚁打架等于打雷一样声音大，所以鬼神讲话什么都听得见，就是这个道理。晋级了，所以能念真的告诉你，你们记得哦，晋级光通大，即叫喊虚空。晋级几点的级，光通大，即叫喊虚空。
出凡来观世界，又是出于梦中事，境界光通达，即叫含虚空。啊，出来观世界，又如梦中事啊。所以佛经上入梦入幻是真实的境界，不是比喻。哎，这四句话你记住，佛经上说的，所以你们打坐坐到定到正到了几点，静寂光心光怒法，不是亮光的光，心光即照含虚空，经过的太虚空包含在你这个心性的自体的光明中。出来观世观世间，又如梦中事啊！那正看到世界一切如梦如幻，真实的。所以你们拼命想求道五年，什么不知道叫做定？那千万不要把哦，我特别丰富啊，诸位菩萨，这个讲真要贡献你们特别。如果认为做到什么都不知道了，也自己生病啊，什么都不晓得，这个是定啊，千万不要搞。这样搞下去，慢慢我经验告诉你，我也弄过，几乎变白痴了。这个正改以后，我今年告诉你，我读的书不算多也不少，结果拿起笔来要写上一个字写不出来了。看到朋友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了。所以佛经上乃至中开八大师在菩提道次第论来，你不要认为把大昏沉无明当成定证，千万不要修，修的结果来生的果报变什么呢？变明年。明年是什么年啊？今年是狗年。明年什么年啊？给那个老兄那个，我们做了唐僧的第四个徒弟了。就变成猪九戒了，这样搞清楚啊，真的正到极点，越正就越通灵了。阿祖啊，听到他们吃了，他们坐在那打坐，他站在后面，也不敢吵他。历史书上记载站了三天三夜，我想不会那么久吧，也可能古人不是我们，就我们这现代人包括我在内跟你们一样都是吊皮鬼，三天三夜这里看到包子肚子就饿了，还会回来吃了包子再去，就是嘛，好像在那里三天三夜站着干什么，那么笨啊。他说家人下雪了，他站着不动。我们不要轻视古人，如果我们真是诚恳的想真的，你想他的人生真苦，他是个大学者，那么有名，学问那么好，他追求真理的心情不像不是马马虎虎，而自己在香山打坐也说了那么定力也很够，他定力很够，一站就定住了，下学不下学毫不在考虑之列，所以雪下到了膝盖头了，北方冬天山上雪很大，那你是不冻死了，我告诉你真的你定力够了，哎，没有事的。这一下我们这个祖师也出定了，祭师啊，祖师也早知道了，
后面二祖家人那里不走，那么走，这个大魔祖师不知道的话，对不起，我就拿这个东西捅敲他的头。那你这个什么东西？他当然知道，他有意磨练他的，就是这，有意整他的，把你的念力消磨了。然后大魔祖师回头一看，哦，你干什么呢？此法，我来求甘露法门。他密宗这种讲，哦，他求灌顶甘露，灌顶，所以灌顶啊、甘露啊，都是同一意义。他们说，哦，你想求这个？这个态度很难看，人家不但包子没有吃，三茶素菜也没有啊，饿了三天三夜啊，又冻又饿啊，说来求甘露法门的，你弄一点矿泉水给他喝喝也好嘛啊，他还骂他一顿啊。这个第一句什么你们记得吧？啊，第一句什么？啊，我把咱们就是骂这个二祖的，哎呀，我看你起来那么快，我好高兴啊！哎，谁啊？抗解精神啊！这阿耨多罗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就这大彻大悟这一道。旷解精神，要多生旷远，要多生很远，且生且生且生多少生修故啊，真正成老。下面呢，旷解精神还有两句了，怎么两句不管了，掉了就掉了。其子小中小圣，你们俩不晓得写了多少次了啊，其实小忠忠诚孝子的忠，小圣称声慢声，说可妄自欺义。你看我们古老板大学一年级就跟着我们帮人提皮包，现在他儿子都快要上大学了啊，跟到我写了不晓得几十次了，好没了，我不讲他就没办法了啊，他就入定去了，有什么办法？称声啊，其小中小称声嘛，说可所以的说，说可妄自欺义。你们年轻人将来想做法师，起码帮我这一套玩意说说会，不带经本不带书本，上来呱啦大就出来了，嘿，这好玩嘛啊。你看咱们就是厉害吧，这位外国佬这位在香港人讲这个啊，这个翻仔翻鬼才厉害呢。人家站在那才在动的这个样子，求到他无上大道啊，旷解真诚，要多生多世修苦来，其小中小圣，凭你这个样子，两个长在活起来站在我后面很公正那个样子，这一点他是就想来骗我啊，他说你这个样子就想来骗我，红包也不拿一个，馒头也不带半个来啊，哈达也不谢啊，银子也不拿啊，他
他是轻生，就是别别慢生，你以为你了不起？是个王子西，你来瞅什么屁的道啊？这么一个态度。啊，对对对，哎，好，啊，还无上大道，空着男生能生，男人能人，啊，体小中小中，轻生是可亡，啊，小中小中，啊，好了，管你什么的，啊，轻生满生，你们再去翻去背啊，是可亡的，你看看。这个禅宗祖师教人啊，为了成就后一代的人，等于父母要求要希望那个孩子将来做了不起的人，那真是啊心狠手辣。这样一骂，你想这个二祖很惨吧，在了那么久，不管三天三夜三个时辰都了不起，肚子又饿，又下雪，雪又盖到他膝盖头那里了，动都没有动，那么公正。然后是你来干，我来求道师父啊，吃你慈悲，然后还没有一个好脸色给他听，通通乱七八糟的狗血喷头一大灯的给他骂。当然骂了，他身上也没有红包，也没有钱。啊，过年那个红包也用掉了，不晓得怎么办。以前当和尚有债倒的，你知道吗？你们和尚衣旁边，现在你们穿的和尚衣不是和尚衣啊，袈裟只有那个人，这个是明朝的老百姓的普通的衣服，我们穿着中国人真正的衣服，这个就是中国的服装，日本的那个服装就是中国的。那么当了和尚以后的副教是什么呢？就是东北人的后脑勺是副教，他妈来的就是钞票，东北人开口就他妈来的啊，要他上车子要副教要钞票，后脑勺是副教，东北人的后脑啊都平的，这个就是副教，麻来的就是钞票，上就上了，你要怎么样？这当年啊，他什么都没有了，副教也没有，钞票也没有。那个和尚受了债，旁边有个债刀，等于我们以前当军人旁边有把短剑，这叫军神，军人的魂，军人的灵魂，就是说。只顾做一个军人，为国家绝不投降，打仗死了，打了败仗没有话讲，自杀前锋啊，在前锋指挥，就指挥倒下来，打了败仗就自杀。和尚旁边有债刀，挂个债刀，要收债收不住自杀。但是后来和尚你又把刀更好，看得见就收债，看不见就抢人，因此呢不准用剑刀了，这里挂两条带子，就是说守不住债你拿下来上吊吧，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当时二柱神光带着剑刀，师父这样一骂，出去剑刀把膀子走遍，啪打一看，大概我看没有完全砍断了，生了一点，那个债刀也不太厉害，而且冬天嘛冻得那么厉害，那个皮也冻硬了嘛，啊，就把这个手啊拿来供养。等于有些人不是烧债把，有些人烧指头，这叫以身供养，并不是乱来的。师父你既然这样讲，我表示我的请身，我以身供养，人生再宝贵就是身体，我的生命达摩也不吃腊肉，而且冬天这个人肉腊了也不好吃嘛，还不要这个手
可是他把这个这一下大门就是大概给他弄得没办法，啊，当时大概他带的有卫生包啊，赶快就给他包装一番吧。这是我家乡的，不要乱讲。你想那个环境比你整天在这里打坐，你想想个秀才，又冷又饿又痛又苦，是什么味道？在这样的一个程度，机会教育来了，教育啊，叫机会教育，咱们就说是啊，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师傅啊，你看人家不像你们，东一堆西一堆，他这么儿子，师傅啊，此生不安啊，我求一个安生法门，此生不安，就是那种。你们再念叨念叨。他没有出家以前修行那么好，讲易经道家什么都会，出家以后修行又那么好，他是此生不安，求一个安生法门。咱们就说啊，这样你哪行来，我跟你安，这把他搞愣住了啊。这个时候演电影就很难演了，你哪生来，我跟你安，这下我回光返照，哎呀，就愣在那里半天。师父啊，灭心了不可得，你叫我哪生，我找我的心，不晓得在哪，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心找不到，没有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咱们说好，心给你安好了，就是这样开悟的。为你安好心了，安了吧，没有了就对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心了不可得。才说不安的时候早已安了啊，这样。后来当然沈光是第一个他都大，他达摩祖师在中国十几年，跟他的大概也只有二三十个而已，总有的了。真正得法的十五个人，一个是比丘尼，大徒弟是二祖沈光，啊，老三老四是一个比丘尼，所以达摩要走的时候，达摩祖师要走的时候，说你们修到我的皮，你们修了我的毛，真正得真实的，是这样，这样下来，没有参话头，好了。中间还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哦，你要念咒这些啊，太有趣了哈！站在前禅堂里可以自己念咒，嘿，嘿，也可以笑发疯呀，啊，又可以哭啊。等到了南宋以后，刚才讲到大会稿在提倡拆话头，拆话头，你说是不是一心不乱？不是的，这个拆是什么意思呢？念咒。思考，哎，念咒思考审查反省观照等等的意念综合拢来叫做参。那么什么叫话头？话头是昨天跟你讲过，有些话头有逆女，所以无梦无相诸人共活在有道理可循的啊。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些有的有些话头是无逆女，毫无道理的。那么
南宋以后大会搞看开，时代变了，这些人才直至人生渐生沉浮不行了，所以叫修禅的人，禅一个话就集中思想念咒追神，找一个问题。所以禅话就不像念佛，不像修定，修定念佛之求到一生不乱，禅话就为了一个话就在那里，就是追念佛是谁，是谁？换句话说，念佛是谁？我就是现在想要找那念佛是谁的那个又是谁？就是一路，所以叫做泥尘，是怀你的，是追尘的，是否定的，一切都否定。在否定里面找一个绝对的肯定的东西是什么？这叫禅话头。只如果把话头拿来抱到一个话头，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这样就是禅宗，那不是去念佛好？阿弥陀佛，一心不乱，成功了。如果将净土中念佛呢，一性为主，一性就到家，好好念佛下去，不要怀疑。如果将禅宗禅话都以你为主，处处在怀你，那佛的话都要打个问号，他讲对了没有？哎，对不对？我要去求证啊！什么净寂光通达，计较喊虚空，啊，出来观世界如山，又如梦中事，对吗？好像很对，但是。我要求证他做到了，所以那个叫真性就对了，否则就是还是迷信假性。所以参话头后世的事，到了明朝以后禅宗更衰落了啊，就死死的抱到一个话头在参，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参话头的方法你再好参考什么呢？那么你们这里叫教务长帮你支援了和尚大会搞的第十卷最后大会搞的那些先生啊提出来参话头的办法，他是参话头的方法讲得最清楚了，不重思量，参话的不重用思想，不重普度，不要去猜，不准讲生等物，不可以拿一个生，哎呀，我话头传了三年，大概下个月可以悟道了，那个生来等到开悟也不行，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什么都不准，最后连个不准自生也不准，这样猜，如此猜下去，猜到一点味道都没有，怎么都猜不通。他说某滋味是你感觉到回声到一点一点味道都没有的时候不可放舍，正是好时候。我啊哈，那个时候左手数这个看这个大会搞那个圣，哎呀，白话文也一起合成那个文章的气势漂亮极了，大佛的真好，讲参话头啊，就好几处都提到参话头的方法是这样参，参参参到后来，所以大会搞禅师将参话头参得那么高明，他本身经验太多了。大会搞是圆悟成的使者，不是使者哦，是书记。你要说到中国现在用书记。书记这个名词是佛教里头出来的，政府叫秘书啊，哎，佛教里头那个叫书记啊，女洛也是佛教里头来的。大会搞事他的师父圆悟成的书记啊，念成学问好，在旁边做秘书长叫书记，哎，
朱元璋政府里很多官都是用佛教里头丛林的植物拿来做官的名称，现在我们这个政府很多官名也都是佛教，譬如中华民国的总统，总统是佛教的，明朝的和尚官，一省里头挂和尚宗教局长，那个名字叫总统。所以我们讲老头要剃得光光的，是总统。啊，这个历史你们不懂，一懂了我们懂得看的，对这个时代哈哈大笑，真奇怪，这么个时代啊。大会搞是袁武成的书记，他自己本身太聪明了，袁武成说别他插话头，袁武成教别人不用插话头，就别他插，结果大会搞插话头，然后做了书记以后，看师傅的人太多，名气太大了，有时候来不及啊，这个袁武成就叫大会看兼做只开始陪客人吃饭，他一边陪客人吃饭一边吃吃吃菜，拿起筷子啊，像夹菜，筷子就停在中间了。饭碗端到家干什么？他心里拆话头忘记了，想去夹菜，刚好师傅过来要会搞啊，哎呀，你怎么样？这个样子，即使他知道师傅会搞，你怎么这样？哦，师傅一讲，他讲，他师傅啊，这个时候啊，用功到这个插画的时候，他好比呀、啊，狗舔那个热油锅，那个狗啊，看到一个油锅出来了，热的烫的。要舔嘛，舌头拉那么长，不敢下去；不舔嘛，口水尽地，舍不得。他说我用功拆花就拆到时候，像狗舔那个热油锅一样。你要我不干了，我放掉嘛，舍不得；要拆下去嘛，悟不了，好难受啊，就这个样子。袁武成一听，嗯，你好。比方的好，用功的好，拆下去，是这样。但是你听，我看你们要多说说，你们这一班同学碰到老和尚，大会搞又是他老和尚前面的书记，又是支开，就又是首座，啊，真是当权派的，还得了。有一天站在旁边丛林底下的那个茅坑叫东施，都收在东边，左边右边，左边的以前的老茅坑一排的啊，你们没有看过丛林下茅坑，成都当年宝光寺就有了，我们去参观茅坑里头一个木板一排，大家坐在那里，彼此的白白的花花的屁股都很清楚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也没有超值，也没有什么。啊，他我们这个师兄呢看到过，竹片毛竹片一片，刷得光光的，啊，然后一片晒得干干的，丢在那放在那里。乌拉大便以后拿一片后面哗大一刮，刮完了以后一个水桶桶丢进去了。关茅坑的叫东施头，种菜的叫源头。这个东施头的人每一天来把这个每个竹片子拿来洗干净再晒，晒好了来再放进来用。所以我请都四川一个师傅叫光后老和尚，这个胡的罗汉，有机会我讲他的故事给你听啊。他就在宝光寺做了三年的镇头师。我说师傅啊，你这个真了不起。他是
应该的。后来我问他，你那个猪片子又出息了以后，嗨，他说我啊，洗了干净以后还在脸上刮一下，就怕把人家的屁股刮破了。你看这个心思，这个作风。所以大伙还搞啊，在这个元武城前世，有一天陪客人吃饭，师傅讲了会搞啊，他看到大会搞啊，指甲那么强，了解元武城这些大老师的教育，你看厉害了，会搞。我看东石头你都没有担任过职务吧，指甲留那么长，又做书记，在老方丈房的旁边挨到又宝贝一样好啊，又在科技劳务都没有做，厕所你从来不会去看的，不会洗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大会哥把指甲剪了，贾师傅讨工作，镜头是去洗厕所的，做了好三年一年多啊。所以你要知道，不像你们啊，真的叫你做一点这个劳苦一点的事，那个时候你绝对无我，劳动的时候无我，吃包子的时候绝对有我，你们的佛法是这样，劳动的时候说空，吃东西的时候说有，不得了呀，你看大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后来大彻大悟了以后，文章也好，品德也好，样样好，他的老师教育好，参化的他这个以后再留下来，到了清朝，现在禅宗留下来就是个话头了，念佛是谁吧，神尼传，看看过去比丘尼成就的人好多，当然都是古代，过去的高僧是真高，现在的高僧是身高，过去的神尼真神，现在的神尼泥神啊，所以自己要发心，为了佛法，为了佛教，大家发心好好修持，与后代把佛教重新振兴起来，与后代做一个榜样，改变一个时代，改变一个佛教的历史，那是你们了不起了。神尼传你看了，知道唐宋以前的历史，受这些了不起的比丘尼影响的好多事。你们晓不晓得历史上有个隋炀帝，晓不晓得啊？好，好像还是闽南佛学院毕业的老同学，去当皇头帅。他是个坏皇帝，对不对？他的爸爸是个好皇帝哦，叫隋文帝啊。他的爸爸名字叫杨坚，坚固的坚。生下来孩子的时候是给比丘尼，因为尼姑带大的，养大的。他生了这个孩子以后，这位比丘尼就在他家里附近，当然很熟了，养家的家庭很了不起了。那就生了以后，就成哎这个尼，比丘尼这个尼姑师傅，尼姑两个字跟和尚一样，在过去是比丘尼
君王把它拿出来给你子，姑就是姑妈的意思，等于天主教里头叫出家的淑女，啊，在外国人还是叫姑妈的，妈妈，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人家好像你姑好像变成不好听，是非常尊重的名称，就是比丘尼姑妈，啊，就是把它看长一辈，所以中文叫做尼姑是这个意思。所以养这一生下来，哎，你们吃点心啊，我就常吃点心的空的时间讲话，啊。哦，要出去吃的吗？送上来了，阿弥陀佛，这些人服务的都是菩萨。这位比丘尼就过来了，一看，哎呀，这个孩子你们家里福气不够，但不行，送到我那里，我来带。他们父母都很相信这位尼姑，我们那边土话叫师姑，叫师傅姑姑，啊，就送到这个师姑安全。这位神女啊，后来情况，他真要神通的，啊，不准他妈妈，等于说交给幼稚园里。一个过几天来看一次，你少来看，你讲他的生他妈妈夫妻压不住。不过家里父母对这位比丘尼都很恭敬很相信的，不准你来看，不看，过几天来看我会带，然后这个他也没有告诉他父母家，都是他招呼啊。有一天这位比丘尼出去有事回家化缘去了，他生他的养家的生他的生母来了，一下给孩子洗澡，洗个澡帮忙这个师傅，这一小洗了澡也不小心把孩子滑到地下跌了一下，跌了一下，谢谢，跌了一下，这个师傅刚好回来，比丘尼就讲他妈妈：“你怎么搞的？你把我的孩子跌了，吃了十年当皇帝啊！”他就告诉妈妈：“这个孩子将来当皇帝。”所以中国的佛教唐以前是隋啊，隋炀帝嘛，就是养奸创业叫隋朝啊，隋炀帝。所以隋炀帝的信佛，他在佛教庙子里长大，要过去多少这些历史你们要看看。佛教盖甚至庙子培养出的人很多啊。在文学史上有名的不大漂亮的也蛮多，比如另外讲一个，就是给你们做点心吃的啊，你们吃点心，我来加糖加盐加酱油，这个意思，你们吃不要客气，因为吃点心是嘴巴听话是耳朵啊，要六根分开并用。唐代有个念成读书人韩琼，哦，在中国历史上好多了不起人都在庙上读书出来，像我小的时候，你看，那秦圣师了法师就是我那个小地方。像我小的时候，我们南家有个家庙，现在也没有了。家庙，我也在庙上读书，
我奶家家里很怪，一代总要出一个人出家的，所以那一代那个和尚说我叫公公，只有一个啊，妙子智冷妙孤生，就是一个和尚。另外有个和尚很有名气，经常出去了，太虚法师的大弟子知风法师，就是我们那个小庙上出来，你两个还不知道。那么这个庙上啊，小庙啊，一个和尚啊，就我叫他公公的，也是生男出家。我的父母啊，过年呢、啊，有一年过年，阴历过年，都不叫我回来，在庙上读书，是这样出去。最麻烦那个庙上后面堆的都是棺材，几十空棺材。可是我胆子小得不得了，到了夜里啊，又哪里有这样啊，清油灯一个，后面是棺材，碰到我那个公公和尚，又是个白子，眼睛都看不见，我还让他去做功课啊、念完了那个脚啊就在后面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就拉到他衣服，又怕鬼，公公啊，他阿弥陀佛，我说快一点，公公你念快一点，所以他念他的，我念我的。哎，这个故事我还那些孩子们都不知道的。现在想想那个味道蛮好，啊，怕鬼嘛，所以他在前面念阿弥陀佛，我拉着他那个和尚袍子反着来看，不要鬼跟来，说他阿弥陀佛，我说你快一点，公公啊，阿弥陀佛快一点，就是这样。就是讲当年中国古代很多读书人在庙子上读书，有个年轻人叫王勃，在和尚庙上读书的。我们中国过去这些寺庙对于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大家都没有留意，一百年就历史的。中国这个民族历史上没有社会福利制度的，都靠一般人自己做慈善事业，没有一个法令规定的社会制度啊，福利的制度，所以所有这些和尚尼姑的庙子啊，在就是代表了政府做了社会福利。这是一个真实的事，这一本书这一篇论文没有人看出来，没有写出来，真可惜，我也没有时间。哎，你们这些大教授们动动手啊，替佛教盖深深渊啊，做了好多好事，人不知道。当然佛教盖也有不少坏事啦，不要客气了。好，这位在庙上读书读了好几年，很穷，大概给小和尚啊大和尚搞不好，大家一看他没有出息啊，这个庙上多一点人啊，敲板了、啊、打钟吃饭，大概年轻和尚那些闹了别扭了，哎、啊，就先吃饭，吃完了啪啪啪打钟，他也跑到斋堂去吃饭，大家已经吃完了，他这一下又整住了。不能再在庙子上，一旦给出家和尚们看不起了，就出来了。后来考取状元，做了宰相。这个人离开这个庙子的，在墙壁上很感叹，写了两古人喜欢提笔，啊，就是等于现在的人啊，年轻人到那里树上乱刻字。我老大爷到此一游，那个味道你看到，古人喜欢提笔提人，他上堂已了是过西东啊，上堂吃饭，大家吃完了，每个和尚都回疗房去了，过惭愧在礼饭后中，很惭愧。
这些大师们是为了拜这大钟，他上来个当啊，但是没有饭吃，就写了两字在墙壁上。做了20年后，做了宰相，回到这个庙子上来，庙子也知道他当了宰相。他回到庙子上一看，他原来写的墙壁上这两句诗啊，还把这个和尚们把他用，嚯，最好的沙子把它撞起来。那现在讲最好的水晶玻璃把它镶起来，这两句诗摆在那。上堂医疗过系统，惭愧在礼，范后中，不是范二中啊。惭愧在礼，范后中。他看到这个和尚们把这两句诗给他这样一来，这下子和尚。他拿起笔就接下去了。20年来尘破灭，而今方得比沙龙。讲起来，我们看看，和尚庙里头啊，宗教教堂里头都很势利的呀。自下前看，自下管理看，并不是这一回事。啊，你说一个不讲正的人，老是庙子救济院也要赶人出去的。这时候是很有名的历史，上堂一亮过西东，惭愧设立在后中，20年来尘扑灭，而今方得比沙龙。啊，方德啊，啊，师德啊，还是方德，反正这个没关系啊。好，但是你说王勃这个人，他会恨这个庙子，绝对不。可见出家人跟他有感情深得很。哎、啊，你赶他出去也应该。如果犯上的庙子再给他吃下去啊，他大概。公庙还考不起，宰相当不了，太现成了嘛。庙子这个环境多好啊！你们说年纪轻，幸而出家，饭来张口，茶来亲手。哎呀，我知道啊，庙子我也住过啊。这个师兄们，哎呀，我这个师兄，你看我都欠他的钱，来生要算还他债，是很可怕的、啊。换句话，你们年纪轻轻，何德何能啊？受十方的供养，要注意啊，自己要拯救自己。所以刚才一个年轻人，老和尚正讲完了，还慢腾腾这样上座，好像，假设我的学生的话，一坐下，啪，啪，两下就把他甩下去了，嘿。要不要来试试看，还要老功夫给你看看、啊、所以但是把他给磨了他，那我还正好等他给老婆人磕个头忏悔了，我真很亲爱的话，年轻人既然发生出家，应该不要自欺了，当成真正。可惜他连我的这个字都拿不到，哎，我那时候拿到保持10来年还可以卖10000块钱，所以南某人亲自写给我的10000块钱一定卖得起，嘿嘿。好，讲王勃，你说他在庙上有恨的吗？没有，他还有一首诗啊，20年前此月有啊，他回到这个庙子看，心里很难过。他并不是为了吃不到饭难过，这个和尚们跟庙子那么多年感情，20年前此月有，此月对有
木兰花发越生新树，木兰花不是这个了，木头的木啊，木兰花发发越生树啊，这庙子刚刚盖好，哎，真重到真兴趣。20年后，自己这个月子庙子倒去转一下，重到真兴处，树老五花生白头啊！你看他的心情，他的感情多难受啊！啊，他对这个庙子，你看我们这位通用法师，我们俩师兄弟50年前，我们50年前的事，姐妹，你看，同样的，称日兄弟，啊，20年前此月又木兰啊，花花之月生熟啊，而正重到真生处，树老树长大了。啊，树上不能开花了，衰老了。老和尚呢，少年时候那些老和尚朋友呢，生白头啊，变成老和尚了。你看他多大的感慨啊。树老五花生白头，修拾起大地山河一旦庄，四大皆空相。两句告诉你记得。哎，他听了，这位小同学说：“哎，这个好句子，就是这两句就够了，下面的不能。”啊，我看你们那么爱好这个文首也是好事情。对呀。每次你们一打坐两腿一盘，就是这个心正，收拾起大地山河一带庄，四大该空相。居一切事，不起妄想。就是说，现在不要看黑板，等你下座，现在是用功体会，我讲你听，这是观音法门，耳根而入，也就是声闻众，用声音说了。佛这么说啊，居一切时，在平常的时候不起妄想，
不要乱想。第二句话，一句妄生也不熄灭，妄想来了，不要另外用个心把它压下去。又说，这都圆作真相，好好去念咒。知幻即理，妄想本来是幻，假的嘛。你空妄想干什么？妄想来空你啊。那一个妄想永远在心中能够停留吗？昨天的妄想，今天有吗？明天的妄想没有来啊。前一个秒钟的妄想过去了，下一秒钟妄想，你不要去引发他们。所以知幻，知道妄想是幻化的机理，你知道妄想已经跑了嘛，你还要起个心来压妄想，那不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加上去了，告诉你不增不减嘛。心经不是告诉你不增不加也不减吗？说知幻即理，不假方便，不需要用个方法，用个什么念咒啊、观想啦、啊、止观啦，用什么方法去压它？知幻即理，不假。假就是借的意思，不借一个，不借用一个方法。离幻即着，离开了幻，知道妄想，这个知道了，妄想已经跑了。离开了，现在不要抄，心中体会，现在一抄有什么用？又不是纸来，那个笔跟纸来个参禅呐。是你参禅，下座再来抄板子的。我就讲到知幻即理，你知道这个是妄想，妄想已经跑了嘛？那个知道的没有动啊，不假方便，不需要另外借用一个方法，离幻即着。妄想已经跑了，你知道妄想这个灵灵就就这个非常灵光的灵明的，它本来这就是就觉胜嘛，就是众生自己的觉胜。离幻即着，本无次第，没有说一步一步功夫来的。次所谓如来大圆咒也，大圆满，这个就是禅，一门深入，一刀就进来，没有第二个方法。知幻即理，圆觉真相的啊，不假方便，不要借用任何方法。离幻即着，离开幻了，本身觉性就在这里，本无次第。哪里有个菩提到次第啊？菩提在觉也。我的话放狗屁一样讲过了，屁用都没有。懂了就拉倒。此所谓自性本空。你看，我也不讲了，你也蛮清净。记住啊，居一切事不去妄想，欲居妄生也不熄灭。圆觉真相，佛说的话。居一切事不去妄想，一句妄生也不熄灭。
自犯之理不假，方便离犯之主，本无此地。你把这些句背来，做个咒子一样的念，你就会到了。不要念，念就是妄想。你们都说看过我的书，很多人说，哎，老师啊，我看你说啊，怎么好啊，怎么好啊？我说哎，哪里哪里，不敢不敢，我乱七八糟的。他也骗我，我也骗他，世界上的人都这样骗一堆，根本就看了也没有看，没有懂。看，譬如我写的《楞严大义》，上面都讲了。由于我写的有一首偈子，也就是诗，在《楞严大义》这个书上面讲妄想问题的，你们拿个的答得出来，请你吃素包子100个。答不出来的，你们再说。我自己吹自己背给你听。秋风落叶乱未堆呀，秋天到了，树叶子掉下来，给风吹的，给大的地下都是。少正还来千百回，秋风时候，秋天少落叶，以前在深山里头小红娘去干这个事。把院子的树叶掉下来扫干净，扫净了，刚刚扫了，一阵风来，树叶子又掉了一大堆。扫净还来千百回，一笑，哈哈，罢休算了吧，闲去做哪个扫把，不要丢掉，自己坐在那里，任他坐地自称。会让这些落叶让它落吧，落下来在地下自己变成灰尘了，没有了，它走了就变泥巴变灰尘了，哈哈，所有的妄想在心中，你现在两腿一盘，管它呢，秋风落叶乱未堆，不要去压制妄想，想个办法清理它，少正还来千百回呀、啊！一笑罢休，歇去坐，任他坐地自称回。谁说的？有个姓南的那个老家伙说的。我初到台湾讲佛法说才开始的，后来台湾还有些朋友说他不姓南的了，姓南是他的假姓，因为他说佛嘛，所以跟到南无阿弥陀佛嘛，所以他故意弄个姓南的，嘿，还到处问人他真的姓南吗，啊，哎，后来我也听了蛮好玩哈，哦，原来跟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同姓，哈。你看，正在这个时候，我在上面乱说，你也听见了，外面车子叫也听见了。一切杂乱所用都听见了，从你的心中明白的心有没有方案，一点方案都没有，然后心里头也在妄想，妄想也跑掉了，从你有没有方案也没有方案，就是这样一做，这一刹那一大字一弹字之间
就了解了，此乃观世音观自在之方便法门也。以道家的人来讲，有两句话将修行做功夫，开口神气散，意动火攻寒，这是道家的话，也蛮对。一开口啊，神气都散掉，意动，心念一动，火攻寒，就犯养下面的火啊，就不行了，这个饭就做不熟了，这个火候就不到家了。想当年我的老师袁先生，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啊，在重庆山边的散步，他就拉到我说，怀正啊，你惨了。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事了，我嘛这一趟来找到了你，我交代了，没有事了。你呀，将来找你同样的一半的人都难喽。当时古人说，当时只是平常事啊，过后思量倍有情。我到现在啊，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学生，我也不是老师，快找不到那个学生。诸位都是我的朋友，不要把我当老师啊。要做我的事情条件难了，事法出事法，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都要有一点。光说问也没有用，还要真正有修持的功夫，光功夫也没有用，还要真正的智慧。我也知道找不到，你们的事，谁的事？诸佛菩萨你们自己的事，我这不管。佛法也不是我的事，文化也不是我的事，我已经正身正理了。你们要讲禅宗，刚才讲到听声音观音法门，你们要禅宗，禅宗不是话头是最没落的事了哦。过去是禅，不是一定跟禅话头，人生事法随时随地都是问题。禅咒就在生活日常起居做人做事里头，就是禅。昨天提到大会稿提倡禅话头，
他晓得后代的人没有办法，智慧没有那么高了，用了这个方法，在大会搞一些插话头的方法，元朝以后才开始真正的流行了。宋以前大会搞以前，是他的老师刚才讲胶州城，就是成都胶州市，也叫圆武城，三师兄弟好像都是四川人，这一代威风很大，声光很大。可是圆武城就卖参彩，怎么悟道的呢？他的师父是吴祖野，前天不是讲过吴祖野说法，说一个小偷的故事比方吗？就是他。圆武城年轻是追随他的，跟在他旁边做事在好几年了。吴祖野的声望很高，有一天有一个做官的，过去做官都是功名考起来，学问很好，文学很高，来问吴祖野，当然这个人在家里都是用功参禅的了，师父啊，佛法有没有一个直至人生禅宗，有没有个很两当很迅速很快的方法告诉我一下师父啊。哎，吴祖野一听啊，笑了，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唐人的小野诗啊？小大小小眼，野丽的野，等于那个小姐们太漂亮太野丽，那个野小野诗，现在讲啊就是黄色的诗，风流黄色的风流诗。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小野诗呢？那是故意逗他了。这些人的书都读得很多，师父那当然读过了。他说古人有两句诗你读过没有？什么诗啊？贫富小玉是虐物事啊，只要豺狼认得生。这两句诗怎么讲呢？这个小姐给这个表哥来讲恋爱，是古代啊，不是现代啊。现在讲恋爱很简单，两个人手一拉一抱，五花大绑起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啊，手搭手，肩背搭肩背。我叫他说当年绑上犯人绑上沙场那个样子，五花大绑，现在那么简单，当年可不同意啊，要见一面还偷偷的看，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这位小姐啊，要通知这个表哥见个面，这个人难了，也不能通信，又不能打电话啊，就叫丫头，丫头的名字叫小玉，小玉啊。啊，这一生啊不是真的叫丫头叫小玉，是给隔壁那个表哥听到我已经在这里了，就是这么一个黄色的小故事，可是文学的很美了。这两句是贫富小玉虐物事啊，只要豺狼认得生啊，只希望那个阿郎就是那个表哥认得我的声音已经在这里了。